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今天我们又要来玩鬼鬼最喜欢的地图。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早安。在上集 Amazon 帮朋友很快的速度就突破了10000个喜欢。于是今天我们找来了鹿，来陪我们一起来玩鬼鬼在2017年最喜欢的跑酷地图。他都叫我提早开伺服器，感觉就怪怪的。什么？还有什么？进来的吗？偷偷做这种事情。今天鹿要陪我们一起玩。咻。等一下进到游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有10分钟的时间 ,10 minutes。那每一关呢都会有1分。假如你遇到一个比较难的关卡，你不想要玩的话，你可以按跳关，不过跳关会减1分。最后就是看大家的分数是多少，这样子能够理解吗？嗯哼，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走了。听说这张地图总共有101张的地图，所以我们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完全没有遇到一模一样的地图。那里面的每一张地图我们都没有看过，所以都是第一次玩。所以准备好了吗，鹿？准备好，挑战！我们就要开始喽！巧克力，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分出一个胜负。我会赢你的！准备喽，3、2、1 ，Ready Go！ 会是什么呢？第一关，房间，什么鬼地方啊？有点卡卡了，看看哈，卡，不是这个上面。哎，我知道，等一下，卡卡了。这是肥宅的巧克力，走开！你真的很肥宅，肥宅。你真的很肥耶、欸、很肥宅，你们小心啊、欸、你们慢一点走开啦，慢一点，走开啦，去哪里你觉得如何？哇然后咧，喂、啊、看到了，然后还有很多路要走啊，路还好吗？不好说，我还在前面、哦、我到了，我在第一关的时候遇到的东西啊。哦，嘿咻，喂，哎、欸，哎、欸，真是，巧克力，你真的是很肥哎、欸！我一定要来挡你的、啊，我大胖子、欸。哎呦，走开，这个好玩，这好玩，走开。哎呦，一小粘头头，这个要去哪里、啊？为什么粘堵在这里哦？有另一条路是不是，你抄近路。不好说。一小，下来，嘿咻。哎、欸，我掉下去了！哎、欸，好了，哎、欸，好了，好嘞！你们到底是神出鬼没啊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哎、欸，小不，哇，去哪里啊？喂，哎、欸、小，有，哎、欸、呦，危险！各位知道往哪里走吗？这要怎么过去啊？哎、欸、小，走，应该是走这，我也不太清楚要往哪里走哎、欸。等一下。巧克力、怎么了？上去了，走那么远啊？哦，原来这里有路。哦，是那里啊、哦。巧克力够可以吗？可以吗？巧克力够。我绿色的是什么啊？ Okay. 绿色是够巧克力够。我不敢，你抽。够啊！那个可以吗？哦，可以，是不是？啊、好。哎、欸、哎、欸，这是要往哪里走？哎、到了。哎呦，喂！哎呦，到了。哎、欸，这是什么东西？我们是要玩同一个游戏吗 ？OK。鹿，我第一次玩跟你的印象一样，跟那个一样。这又是哪里？这要干嘛？伙伴们！我在看了。哎、欸，上不来啊！哎呀，哎，人都不讲话的哦。谁不讲话、啊哎？你说鹿吗？我还在前，我还在。大厅这里都扶不起来，哎呦，哇，这个是怎样？喂，哎呦，扶不起来，哎呦，喂，嘿咻，那救命啊！有办法跳过去吗？救命、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跳过去了。嘿咻，这是嘿咻，什么黑暗的地方啊？你不要走那么快嘛，我们是好伙伴呢、欸。谁是好伙伴？谁跟你好伙伴、啊、等我啊！嘿咻，一起走嘛！嘿咻，哇不！哦呦！八个，十足！很挤！哎呦，你们这群肥宅！好细，哎呦！那慢慢来，很挤。一个人先好不好？哎，一个人先。那要排队啊，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跳起来？哇哦！冷静点，阿神，冷静点。哦呦！哎呦！
哎、欸，我到了，我到下一关了，我领先了。哎、欸，可恶！呦呦呦，好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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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哎呦，哎、欸，我过了，我过了。什么 ？OK。哦，我出运了。哎呦呦，我也来了。喂喂，哎、欸，可恶！哎呦。喂，哎呦，怎么可以让鬼鬼？怎么可以让鬼鬼在？哎、欸，鬼鬼这样子不对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吗？不行啊！可以啦！哎呀，哎呦，这怎么过啊？我来哪个跳关？救命！哎呦，准备来了！不，可以啦！哇，不，好难哦！啊，人掉下去了，是不是？好滑哦！机会，然后、啊、你先上去。哎、欸，可以，到，我这边就到了。好好好哦、okay. 快快快我们一起甩开阿神哦阿神来哎呦哎哇这个弹药弹药阿林看到路吗没有嘞哎、欸、为什么哎呦旁边的这个颜色有没有什么用、啊嗯、没用你要去哪里、啊、okay, 冷静点冷静点我要去哪、嗯、这里可以跳嗯这里没路啊欸、旁边的那些有没有可能啊？很慢吗？可是他好像爬到一半就没了。看一下这里哦，这个跳跃、啊、没过啊。这个跳跃，很慢，上面也不能跳呀、啊。对啊，这个是要跳去哪里？这个颜色的有没有什么？啊？不太懂哎、欸。墙壁应该是没有东西才对。我慢，我没有办法。哎、欸、哎、欸，这里，哦，剩下五分钟，看到吗？有，哦，哎呦，伙伴，你先走。哎、欸，然后右边的，对，你们怎么结盟啦？结盟啦，合力对抗啊！然后这里吗？应该是往前。哎、欸，这里，为什么？有倒迷宫哎、欸！哦吼，哎、欸，接下来的，哎、欸，这关之前我有玩到。哎呦，看你走。对，哎，怎么跳不上去？哎、欸、呦，跳不起来！哎、欸，你知道？哎呦，肥宅是肥宅。OK。哎呦，哎，跳！我没有啦，阿神。哇、哦，这是加速的。什么啦？对，这边要走路要小心哦。我直接按着驯服车。对，我之前都不小心掉下去。到了。OK。哎，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慢慢来。这水好黏哦！哎呦！为什么路分数？我去！哎呀！负一了！可以负的、哦。我这也没有到负的、啊。早知道上次就负下去了。哇！这游戏在怎么玩？他那个路都很奇怪、啊……哎，告诉我，可以告诉我一下藤蔓往哪里走吗？他有一边的原木可以爬上去。这个怎么扶不起来？有一边的原木可以爬上去。对，哎呦，哇塞，乖乖，那个是加速让你掉下去的啊，那是加速的哦。对，有一边的原木可以让我爬上去，什么意思啊？就是找一下，就是你要找那边的弹跳的都是假的。哦 ，OK， 好，我找到了，感谢各位。别过去哦，这真的假的啊？七分。哎呦，嘿咻。喂，哎、欸，不行啊！那个上得去吗？这也太难了吧！哎呦，顶到头，太胖了。六分半。哎呦，喂，哎呦，快可以过了，就像是小青蛙一样。可以，是用跳跃那一个，抓好一个距离。哇，这好难哎！就像是小青蛙一样。哎、欸，可以。Nice。什么、啊？你们？到。欸、真的是把我甩开一条街耶，你们。对啊。哎，我们要今天要撞到头啊！阿神说再见。爬上去之后要爬藤蔓吗？没有。哇塞！没有藤蔓，不用藤蔓。不用，上去几乎就可以找到路了。是吗？是在树叶上跳树叶，就是绕一下就可以了。哦哦，哎、欸，等下这不是箭矢的那个吗？对，那个是箭矢的、哦，你要赶快跳走、哦，我刚刚就被打下去了。哎呦！哦，原来在这里哦！还有一气呵成。哇塞！喂，啊，再来呢？这是肥宅。OK， 再来呢？好。
哦，我看到了，冲了冲了冲了，你冲你冲。好，喂，有有有，喂，哦，有有有，加速很好冲，很好冲。这是什么？我们我觉得我们这可以 skip， 真的、哦，这就是透明的。透明方块，诶、欸，对，好，爬上去之后都是透明的吗？就是它是一个镜子，你知道吗？镜子，哦，嘿咻。然后那天我们就是一直卡在这关。然后嘞？然后就、哦、就没有然后了、哦，我们就过不了、哦、最后。哦，对，是从这边看着旁边这样跳。对对对对对，哇，这好难。对啊，黄红。我最后一次，这次没有我就要 skip 了，好 skip 了，再见，继续，加油，放弃这关。好，再试一次，黄，然后，嗯，要往右 ，OK。哎呀，不行不行，我也要跳。真的，那关我们上次玩超久的，太麻烦了。嘿，小，哎呀哎，过了。是怎样？哎咻哎咻哎咻。哎咻！是要往这里吗？要你这里一样。哎咻！我干嘛？哎呦！哎呦！哦 ，OK， 好，那是剑。哎咻！哦，看到了。哎咻！哎咻！哦呦！我知道你们在讲的剑是什么了。哎呦！居然！哎呦，好快哦！不行，我们要再努力。哎咻！迈开！哎咻！我直走，直走，右转。直走到右转，对对对对对，直直直直，右边有没有？哦，有有有。哎，哦，换到那个小玻璃了，哥哥。我小玻璃又是他，又是玻璃。要加油！不行啊，这关不能跳，再跳就跳太多了啊！十一分，十一分。哎呀，跳太一分钟，我们一分钟内跳过这里就破玻璃。对对对。哇！至少让我回到零分啊！救命啊！哎呀！啊！软掉了！哎呦！哎呦！阿成现在在那个镜子，对不对？我跟你拼这一分！哇！好啊，你拼镜子，我们拼玻璃。哎、跳太远啦！粉红色，最后三十秒、哦。粉红色，究竟是镜子二人组？哎哎呀，不是，究竟是玻璃二人组，阿神还是玻璃二人组？究竟是什么？等下你要过了、哦，真的假的？究竟是什么？传说中的哇塞！最后微笑的还会是我啊！哦，是我啊！我回到零分了。哇，剩十秒！哎呦，十秒，十秒，小可以快，小可以冲啊！啊，可恶可恶！最后叫的是谁？小可以，哎，登上了！哇哇！太刺激了吧！哇塞！最后一秒，真的太头大了，好紧张啊！哎、欸，你居然有办法过那个镜子、欸！拼尽全力，哇塞，真拼手！路，我第一场跟你一样。路，路不用难过，你只是需要再多玩几次而已。你下一场就会大进步了。鬼鬼鬼鬼，终于可以这样子讲话了，是不是？经历谈啊，很大声的，很大声的。如果宝们还想要看到这张地图的话，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一起跟着鹿慢慢成长进化吧。也许哪一天鹿就会超越我们，我觉得下一次鬼鬼就会是很强很强的竞争者。笑死了！对啊，他的成长幅度真的是太大了吧？那么我们下一期见喽，六个，拜拜。